为响应政府的新南向政策，财团法人农业科技研究院与菲律宾台商总会在马尼拉签署合作备忘录，要以台商总会为平台，透过农业科技推动新南向工作，为台湾青年、新住民二代及来台求学的青年和台商二代提供新事业。我们菲律宾的新总统哦，杜特特，他也很急需我们台湾的这个农业技术的合作啊啊！以他每一次上台演讲，他对于这个我们台湾的农业很赞扬我们台湾的农业啊，也希望我们台湾的农业啊能够普及在这个菲律宾社会啊，创造菲律宾这个农业的产能及的发展。农业发展是杜特地政府施政重心之一，而台湾农业技术先进，能借此与菲国的农业资源及人力双方相辅相成。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that is on our plate is to enhance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because admittedly Taiwan's technology in agricultural research is among the best, if not the best in the world.And we, on the other hand, in the Philippines, especially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President Duterte, we would like to enhance our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and we still have enough land to do that. 根据这个备忘录，今后这个农科院会给我们台商总会还有一些台商们在从事农业的技术的教育训练。以及甚至市场调查，还有这个国际的资讯，农业的一些合作方面。透过合作备忘录为旅菲台商提供协助与资讯，目前农科院已成立专责服务窗口，将对台商在农业科技的需求做调查，研拟相关创业辅导计划。